我再上去，我拍他们。再来，快，让我们提前，我要放。我猜啦，哎，我敢玩啦。你有，你有，你有，怀疑好不好？我怀疑有。我怀疑有。敢玩啦啦，敢玩啦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以及刑事警察局共同组成的专案小组，在21个小时以内，尽速将。 涉案的嫌犯，把他逮捕到案，也不费一枪一弹的完成这个间距任务。第二个，我想在现场查扣到一些枪支以及涉案的枪支。另外，是不是有共犯以及枪支的来源，都是警方后续还要再继续追查的。目前是涉案的时候是有一个人，那幕后有没有交涉者啊？要由专案小组继续来厘清。那想问一下，他来到现场之后的状况是怎么样？在楼上休息，然后发现有警方专案人员，在攻坚逮捕的时候，他躲到夹层屋，到夹层里面，被我们同仁很敏锐的吼发现而把他逮捕到案，有查扣到379颗的子弹，其中有涉及案件的枪支，他初步有承认他涉及的案件，后续。 是什么动机？我们请专案小组继续理清。逮捕的时候，他有持枪吗？我想他发现以后，就往夹层屋跑，他枪械是放在五楼的地方，没有拿枪。当时喊说要报警，他情绪是不稳定，没错。我们追踪的时候发现他往这边走，所以就锁定这个地点。 那是不是有人掩护啊？这个也是我们要追究的。